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o， 我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好用的补光化妆神器。不管到哪里呢，例如说你们去旅游，你也不用特地找户外的光源，一定要很大很大那种太阳，因为其实那种很大的太阳在那边化妆的话，其实你的那个肤色会不均匀，而且有时候修容你会觉得啊，好像修得太过头了。你到户外的时候，人家会吓到说你的妆容怎么会化成那个样子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外出或是你在室内，你的光源如果是比较暖光的或是比较白光的，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化妆镜。它是总共有三段式的光源，可以让你们去做调整。你看，它的光源呢，它散布在脸部的地方是非常充足均匀的哦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厉害的化妆镜。它总共呢会有三段光源灯，是无光的，有光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，来之后就可以关起来。它这个镜子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角度调整，你可以用高的或低的，所以呢，你在擦睫毛膏啊，或是画眼线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是完全不会妨碍，而且就是角度随意可以调整。那当然呢，充电的地方是这个地方，它有附一个充电线，那这个地方是电源的开关，而且它可以无线。不用接线就可以使用，让它充饱电就可以咯。它很特别的就是说，它是可以分开来拆解，而且安装非常的简单方便。你看，这样就可以组装变成一个镜子了。它是非常适合外出旅游，放在行李箱里面也没问题。让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这一个放大镜，这是超级放大镜。就是它放在中间，它就像磁铁一样吸住，对，就这样吸住哦。而且你拿起来完全不费力，吸上去。那它这个放大的那个真的还蛮大的，你看这眼睛都很清楚哦。所以呢，像那挤粉刺的话，我觉得也蛮适合的。就是挤粉刺，你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哇塞，还要离镜子很近很近。你看这样子毛细孔啊，画眼线啊。眼影、眼妆的部分，我觉得都是还蛮清楚的。